大家好，我是小君。那小君今天来开箱这一台呢，是有小 S 之称的 C Class， 也是年轻人最喜欢的车款 C300。这台呢跟 W205 的差异其实蛮大的。那这个呢是 W206 C300 Avanga 系列。那有没有 AMG 的差别呢？我待会会告诉你们哦。那这一台 W206 C300 Avanga 系列呢，你会看到它的车头呈现比较优雅的路线。它的水箱护罩呢是采用单闸式的。AMG 在车头前气坝呈现变更低眼，会比较有侵略感。那 AMG 在是把所有的三芒星 logo 都放在水箱护罩上。引擎盖的部分呢，不管有没有 AMG 都会有折线，那整体感觉会更加的霸气。那这一台呢，它的动力系统是 2.0 升涡轮，然后有 48V 的微油电。那其实 W205 的2019年后啊，它的动力系统都是一样的，只是细节的部分会有些不同。引擎新旧款的部分呢，都是258匹，不过马达出力呢，新款多了20匹，则旧款只有14匹。扭力的部分呢，新款是40.8公斤米，那旧款则是37.8公斤米。那这台车呢，都是九速手自排。那改款后的 C300 啊，其实它的马力跟扭力都比过去成长蛮多的。原厂0到100的加速成绩啊，新旧款都是6秒。那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马力跟扭力呢都有小幅提升，可是秒速却还是一样的呢？原厂公布大改款的 C300 车重呢比旧款多了70公斤，那这也有可能是抵消了动力小幅提升的优势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内装的部分，在座舱整体视觉啊，我觉得充满了设计感，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它这一次的内装。那我觉得科技感十足，也感觉非常的前卫。里面握把的部分啊，现在都是做成悬浮式的把手，那后座也是哦。那 W06 C300 啊，它的数位仪表呢，它是搭配12.3寸的。那这个数位仪表啊，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形式。那这一台啊，它在国外原厂有选配抬头显示器。那因为现在总代理晶片短缺的问题，他们已经取消了抬头显示器这个选配。那我觉得这台车最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是它中控的萤幕呢是采用11.9寸的大萤幕，那最早只有在 S Class 上面的车上才会有。那很多人会说这一台呢有小 S 支撑，其实也是没有错的。那它萤幕啊有略微朝驾驶者导向，大概约6度，所以在驾驶者位置啊操作起来会觉得便利许多。当你在停车啊，或是进入狭巷与回车的时候，都可以借由摄影机很清楚地告诉你障碍物在哪，避免碰撞。那这台大改款的 C300， 我觉得它有几个设定蛮特别，我跟大家一一介绍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指纹解锁，它可以利用这个呢来开启这整个萤幕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座位调整的部分。首先呢，你只需要调整到自己的身高，然后按开始定位。接着呢，它的方向盘以及它的座椅都会做一个调整到最佳位置的状态。那第三个功能呢，是它有氛围灯。那以往的 C300 呢都是只有3个颜色，它新款的则是64个颜色，然后它还有彩色的11款颜色，你可以依照你每小时的心情呢去转换不一样的颜色。全景天窗呢则是要选配的，那原厂选配是40000元整。Avanga 标配舒适型座椅跟真皮多功能方向盘，它的造型呢有点类似天使设计。AMG Line 呢则是 Napa 的真皮包覆双乐式多功能平底方向盘，腿靠的地方也是与旧款完全不一样。新款是以延伸的方式调整，而旧款是分离式的前后调整。那我现在介绍一下它后座空间的位置。那前面驾驶座的部分呢，我是调成170公分的位置，我本身是158公分，那前座离前座距离大概有3颗半的拳头，那头顶的部分呢，大概是1颗半的拳头。那改款后的 C300 车长有比旧款的还要长，所以其实后座的空间相对的也会比较大，坐起来也比较舒适。这台大改款的 C Class 啊，在悬吊的结构上，它是维持跟上一代一样，就是前四后五的多连杆设定。那它所有的连杆啊，都是全新的料号，再加上它悬吊啊，跟副车架中间的衬套，还有它轴承的部分啊，都是改用 S Class 等级的衬套。所以底盘调校的部分啊，它这一台就会比较偏向于 E Class 跟 S Class 的沉稳感。
那它这一具引擎啊，还具备了 Overburst 的功能。比如说你在全油门冲刺的时候啊，它会额外给你27匹的动力，然后它会维持30秒。当你在全油门加速的时候啊，这整台车的马力已经超过了300匹。那当你要超车啊，或者是冲刺的时候，就是会蛮有感的。那对于性能迷的人啊，我觉得这台车呢，个人觉得已经可以让他们觉得刮目相看了。那它整个动力的底盘啊，跟协调度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在油门全开啊，跑山路的时候，不会有丝毫的恐惧感。那当你在回转的时候啊，你会感觉到这台车的稳定度蛮够的。我觉得它新款的这一台206C300，它有跳脱就是轿车以往的那种舒适性。那它在操控的部分，个人觉得提升蛮多的。那今天就介绍到这喽。店内呢有两台 AMG Line， 然后三台 Avanga 系列，都是2022年出厂的全新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